我亲爱的老板，村别的场地已经修建好了，一共投资了600亿，您看是不是过去瞧一瞧？让你建个篮球场地，你花了600亿，败家小老外，你别告诉我拿金子铺的地面。No No No， 我亲爱的老板，你猜错了。哦，那还好，我还以为你个虎玩意儿又给我败家了呢。嘻嘻，其实不单单是地面，为两个篮球家也是纯金的。另外，为了庆祝球馆建成，我还特意为老板您邀请了 NBA 的全明星来为老板您举办联赛，大姚以及胖奥都会来的。你老板我省吃俭用的捡破烂，你个小老外给我可劲的造，走吧，去看看吧。就是这破地方邀请了我们参加狗屁的村边联赛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可是参加过 NBA 选拔的球队，来这破地方不是丢了我们的身价吗？咦，这是谁？好大的排场，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是的，费费的先生，而且我收到消息，这里可是华夏目前建造最好的篮球场了。村边的体育馆，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土的掉渣，这里甚至都比不上我们那最垃圾的体育场。我敢保证，里面的篮球架可能是用木头定的。你说我这是破地方？你是谁？是不是来找我签名的？去去去，今天我心情很不好，不会跟你们这些个小垃圾签名的。呵呵，我就是这球场的老板，不过我可不找你签名，毕竟我家厕所不缺纸。原来你就是这里的老板，这就难怪了，拎着个垃圾袋，一看就是个捡垃圾的。垃圾人配垃圾球场，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勇气，敢邀请我。若是再让我听到你侮辱我亲爱的老板，我不介意把你的嘴巴用线缝起来。发哥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们可是大棒槌球队，竟然敢打我，今天你们这个狗屁的友谊赛也办不下去。一个连续五次被 NBA 预选赛耍下来的废物球队而已，压根就不配进入我们场地。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，我说怎么没见过呢？这场地的地砖没使用一次的损耗，那可都是以万为单位的。哈哈哈，我们不配，真是好大的口气。我今天倒要看一看，谁敢从这里进去，谁敢进去我直接打断他的腿。信不信我们一句话，所有知名球星都不会来？不信。看到那棵树没有？今天要是有人敢从我面前走进去，我直接用牙把他砍断。哈哈哈！方老大，听说您这村 BA 开办，我特意带着队员们来给您捧场了。天啊，竟然是大鲨鱼奥尼尔，这家伙长得好大。奥尼尔，不可能，你们怎么会来这个小破地方？你是哪个小卡拉米？奥尼尔也是你叫的，还敢说我方老大的地方破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。看到村 BA 那三个字了没有？那可是用纯天然钻石雕刻而成的，就那 BA 两个字母价值就超过了5亿，你还敢说这个地方破？还是大鲨鱼有眼光，不过对我们方程号来说，几个亿也是小卡拉米了。 No， 鲨鱼大佬，你看他那穷酸样，你一定是被这个捡破烂的给骗。呵呵，奥胖，你敢不敢从这里走进去？或者说你想不想被打断腿？方老大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您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立马就滚蛋。要是您看我不爽想打断我的腿，那我这就去给您拿棍子。我的妈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奥尼尔竟然这么怕这个捡破烂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那倒不是，主要是他们说谁敢从这里进去，他们打断谁的腿。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看到没，我进来了，我又出来了，哎，我又进来了。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打断我的腿的。进出三次，那岂不是说三条腿都得给他打断？鲨鱼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们尊敬你是前辈，才给你个面子，这是我和破烂脑的事情，我劝你们别跟着掺和，我们也是有后台的，我爹可是柴尔德家族的。漂亮国排名第17的柴尔德家族。哼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识相的躲一边去，收拾完了这个破烂佬，再把这场地砸了，然后破烂佬再给我跪下磕个头，今天的事情我们就一笔勾销。方老大，这个柴尔的家族可是强势的很，几乎漂亮1/10的金融产业都是他们家族的。老柴尔德是你爹？巴克，柴尔德家族也是你个小老外能叫的，我爹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管家。怎么的，难道这个老柴尔德你也认识？你不会也把他们收购了吧？ No， 亲爱的老板，这个柴尔德家族还是有些底蕴的，市值绝对是超过1亿的存在。不过虽然没有收购，但是在您搞垮了硅谷之后，老柴尔德曾多次联系我，想要来拜访您，寻求和您在漂亮国产业的深度合作。竟然连柴尔德家族都要和方老大合作，方老大究竟是多么的恐怖。哈哈哈，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你们知不知道柴尔德家族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，会和你们这样的小蝼蚁合作？难道你们在漂亮国也有产业？敢不敢报上名来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破产。呵呵，也不怕风太大把你的舌头卷泡了，我们在海外的所有企业全部归属于纺织集团，你现在可以打电话了。父亲，咱们大漂亮有一个叫做纺织集团的小卡拉米招惹了我，您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让他们破产？什么？你说你招惹了方氏集团？你一个混蛋，你在哪？老子立刻飞过去找你。我在华夏的村边球场外。帕克，立刻跪在那里等着，老子到达之前一动都不许动。